不舒服了，要脚弄几次，好不好？皇帝，皇帝脚脚这样子会不会痛痛？脚不上去。脚太僵太极致了。是什么？一定要怎么开？会痛啊！不要怎么开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痛，我看着脚都痛。是在猜拳是吗？你看小拇指，你看进来小拇指遮住了，你看我遮到小拇指了。这不是手。耳朵，皇帝最近有性功能，就是他会知道自己的耳朵，摸摸耳朵，准备睡觉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整季都是脚，大家看得完吗？皇帝最近的脚都很喜欢这样子，是一种那种拉筋的感觉，瑜伽拉筋感，拉得太极致了。你会成功吗？皇帝自己乖乖睡觉，你会自己乖乖睡觉吗？眼睛闭起来。你的脚，好痛啊！是故意的。不要这样子。好了，他又有精神，老公，他自己尿了。可能争吵，可能难过，可能失望。